我靠，怎么上来就这样 ？Oh no！ 哎，哎呀，神经病，这上来，完了，死了！哇，这！冲啊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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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完了，这怎么走？我靠！这怎么走啊？好紧张，快快快快快，死了死了，哦哦，我一玩这游戏是全身不适。哎呀我天，我要吐了。哦，玩这个游戏全身不适。走了，怎么又回来的感觉嘞？以前我们六点钟开播的时候，后面的太阳还是比较暗的，现在天已经亮了，还是亮的。走啊！哦，到了是吧？星空学哇，这个全屏红的好难过呀，高登有种你给我滚出来，别来吧，我求你了。感觉有点像玩在玩禁止边缘呢。哦那给我一点禁止边缘那个画面也好啊。哦行，有观众跟我说大概还有一个小时也就通关了。本作的流程特别长啊，比前作长好多，是不是观众朋友们？ I can still see her. Jess, it's Lynn. Her name is Lynn. 前作也就是两个小时左右的流程，然后一周目的话最多也就四小时，本作已经有五六个小时了。这样下去早死了好吗？哎，你有完没完啊？这样不好玩嘞。又摔了个半死。有观众说游戏声音太大了，我来调一下。好了吗？这样好了吗？哎，这咋走啊？哦，哦，头好晕。
BB。哎，什么东西要拍的？好了，这样好了吧？不好意思，声音有点问题。这样可以了吗？我感觉这种氛围啊，就是开始已经到游戏后期了，我感觉要到现代了，就这么着。在叫救命了！哦 ，shit！ 要变在现在，肯定变在现在了。哎，怎么出不去来？闷死了！哎呀，闷死了，大哥！哎，闷死了，哎。我天，好难受啊，啥都看不见。这边过不去了吗？过不去了。好了，游戏声音我又调大了。You're not evil, Blake. Just confused. 只是好奇罢了。等一下，我还是调一下吧。声音怎么样了？来吧。现在声音可以了吗？现在声音可以了吗？好了是吧？好了，我们走。哇天！今天鼻子有些不大舒服，不好意思。哇塞，全是这一个造型啊，全部都是身上的皮被扒掉了，还给他们穿上裤子，拜拜。这边走不了。哎呀！我靠！别吓我啊！哇塞！逃生三我都不想再玩了。如果还出三的话。
这干嘛呀？这个音乐不对。他音乐让我放松，但绝对不能放松。重来！神经病！ Oh no！完了，我又回来了，妈的子弹！知道吧？再去。后面，后面，后面，后面。哎，他有机器。这咋办啊？哦，no！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到另外一条路了？这不是刚才那条路。换路了，我现在搞不清方向是怎么回事，刚才的路不是这样。哦，要跟他绕，这路好混乱呐。哎呀，没死，怎么又回来了？这是什么门呢？什么情况啊？这我现在完全搞不清楚状况。让我走。哇，这路我现在完全混乱状态，怎么又是门呢？冲啊！不知道往哪走啊！我靠，怎么这边又是门呢？哎呀！这路好变态啊，分不清楚。我现在花点时间把这条路给搞清楚。我的脑子要回忆一下，他现在的路跟我一开始那条路不一样。找不到我，
找不到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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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不到我。好多人呐、啊！哎呀，这咋办？我感觉他在外面是等着我。这一段紧张感特别那个，因为他的路很妖怪。啊，走了，死就死吧！要被挨一下。哎呀，我知道，好走。我也不知道怎么过来，反正就过来了，就跟做梦一样。你知道有这一桩事，但你解决不了。神经病、啊，什么都没有。风。观众朋友们，好像没路了。咋办 啊观众朋友们，现在咋办？走另外一条岔路去。就死吧！我错了。我知道了。真他妈堵住了！哼！耶！冲！哎，好歹过了这一块了。刚才那个路 If you've done something, I want you to tell me. 我觉得高能大多数在学校那一块，这边是紧张。我找地方走。哎，我多近啊！今天吧，我估计很快就通了。有多少观众知道大概还有多少小时，还有多少分钟？按分钟算。这一周末通的有点云里雾里的。走过啥路我也都忘了，冲啊！不怕死了，我现在感觉不怕了。来吧，高能，再不来就没机会了。
analyze what you see. Oh, be careful, little hands, what you do. 谁在唱歌？神经病啊！先把它收集下来。冲冲一路冲，怕个毛线！哎呀，这好像不对啊！Creatures of appetite. I want to feel your hunger. I want to see your true face. Your seed will burn this world. Where's Lin? Mother, burn. I welcome her, infant lord. Naked, hiding nothing.Oh, God, Miss Mouse. Crazy motherfucker! I show my true face. Show me your true face.知道他想干嘛？我管我逃了。这个音乐就是让我跑起来的节奏。走不了。哎呀，困住了。要到现代了。现在玩的云里雾里，救不下谁。Your father, 补给， Christ, we deserve. 这边肯定有补给。Watch. 怎么又到这个房间来了？哎呀，我好热。开闸我不就给电死了吗？哦，就从刚才那边走。What? 我多精啊！哎！哎呀！脱衣服，我热死了。热死我了！再来。What?
么回事？哎呀，有观众跟我说是两个店长，那我们再找一找，我给电死了。看一下第二个电闸在哪里。好大呀，这里。神经病，这里面好大。我错了，姐姐。我们好商量，万事好商量。还有个电闸找不着了，哎，我怎么跑这来了？潜水了，我啥都看不见了。哦，这地方好难呐。我操，你有完没完呢？我们要先找到一个开关才行。让我先找到一个开关。现在脑子很糊涂，你知道吗？神经病，他怎么逮到我的？大概知道了，大概知道了。我知道你们现在看着很闹心，我也很闹心。但地形我基本上已掌握，但是你下水以后啊，那种感觉你很难掌控。比如这个地方可以钻的，但下水以后你什么都看不见，好像又没钻过来，钻出来又没方向了。来了，我没钻过去，跟他绕。他没发现我。哦，来呗。这地方应该有个电闸，他要来了。真他妈电闸！就在刚才的地方。哪有啊？这个地方我知道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呢。
我知道刚才有一个，有观众说有两个。出去的，他不会走这边来的。快让开好吗？完了，他在那个电闸等着我。神经病啊！还来，哎呀，熟台，好，哎，过关了。